家人，在中古欧洲，家人侍女常常在炎热的夏天，手拿着扇子啊，也要吹风哦，很优雅。你看他们两位，你看那个站姿多美啊！哎，我们就是这样子跟着加勒比海风情的那个舞曲一起来表现给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来一起来欣赏。谢富义、王真真来为我们表演《清秀佳人》。